等公车，我们已经到丰岛了。我们想要租脚踏车，可是它这里都是山坡，所以其实也爬不上去。对，爬不上去，所以只能等公车。不过那个老板娘还蛮好心的，提醒我们说，哎，那个爬不上去哦，这样子。我们现在来到那个丰岛的美术馆这边。然后这是我们来丰岛的第一个景点，也是最后一个，因为时间有点太赶了，所以就是只能来美术馆。可是这边还蛮漂亮的，然后我们又取得了一个印章。照起来看起来好像就是我们去爬什么山，其实我们是去美术馆。缩小镜之后呢，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海。你看是不是很美？这一趟旅游值得了吧？好了，我们看完了，你觉得如何？这是一个很适合睡觉的地方。对，那边真的很悠哉、很悠闲。而曾宛如也买了一个他最想要的东西。虽然还算是收获很多吧，对不对？给大家看到最后的刚刚的咖啡厅，这个彭玉姐姐被我打了好几下。我们今天呢去丰岛美术馆买了一个非常高级的毛巾，然后现在我要为这个毛巾做开箱，因为它真的是还蛮高级，它的质感非常的好。摸起来真的很舒服，你看这毛巾。你看这两个，左边是丰岛限定的毛巾，右边是一般旅馆的毛巾。光是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差别有差多多。